联盟敬请关注。先过文人新查甫，提了严查勇创新查甫，玉帝雄情闲言笔记公式之十三先过篇，马上开讲。综上科学普及迷信，先贤笔记故事系列，今仔要讲的第十三集叫做《仙姑篇》。咱顶几集哦，讲到魏风水牛郎百姓，讲到咱魏风水路街道四路街上面街卜卦，也过一种现象，咱必须哦刷落去讲伊讲者。什么现象啊？就是巫婆。北方啊，叫断供，咱这条隔江叫做仙姑。谁人？是专门的托人问的。伊有法能讲人什么？去病消灾等等，这种现象啊，已经存在去两千几年了。仙姑甲其他的现象，真侪人说真准，但是啊，也侪人唔相信说无影。唔过因的种种的法术手段，往往托咱现实的人哦，用科学的角度无法通解释清楚，因为咱是伫咧讲古啊，是种文物活动的节目，无必要对遮是非曲直进行评判。今哪日，咱主要。就是根据古早人对的《先贤笔记》里面提供的两篇关于仙姑的故事。清朝这个纪晓岚啊，也侪人是通过电视连续剧哦去捌伊的，但是关于纪晓岚做影视剧，多计是虚说的，是骗的，历史顶面根本无影安尼。但是纪晓岚写这部《仙贤笔记》哦，这个一味初懂笔记里面讲的遮代志，就计是有相实的咯，甚至有的是本身哦经历过的。啊，切就是安尼说咯。所以细汉的时阵啊，去崇州因阿哥咧，拄到一个死猴的仙姑。自己说伊是狐仙来上伊的身，反正人出来的代志，连螺丝无生要伊都知影。啊，人若有代志去问伊，伊是有法通讲说啊，较真机独显，大家都先啊，较迷迷迷。啊，有一个富人人带信啊，就去问这个姓侯这个仙姑咯。看说是生查甫还是生查某俩，因为爱迪查甫的种思想哦，也较侪俩，包括现实中重男轻女思想也阁存在。啊，这个生好的仙姑、哦，为这个来问伊这个富人人啊，伊心中包括伊话哦，就有法通看出是哦，这个女的来问的这个哦，是真爱迪查甫，所以上线了哦。就顺利的意思哦，讲的是，伊一定会生查甫，那是生查甫，你才来找我。啊，这个妇人人就欢喜啊哦，加上定白钱哦，讨这个仙姑。啊，我到了，就咧嗯咯，嗯啊个，但那个顺额足，顺山咯，我办出生一个查甫俩。查甫就查甫啊，无要怎啊？甲满月过了后，这个富人人满月过也出房门的路哟。头一个一点拼去找迄个姓侯的迄、那个仙姑，就帮伊咯。这东西我来问你啊，你都讲我是姓查甫啊，啊，怎啊那这边的姓查甫啊？迄、那个姓侯的迄、那个仙姑吞乱只烟哩，说都对啊，本来啊。我是说你注定一定是会生查甫的，但是婆家母，什么叫婆家母啊？婆家母哦，就是用阴间啊，
伫咧甲人抱囡仔抱孩子哦，来咧上香跪切，然后就抱家母俩。伊说抱家母，都已经将迄些金仙孩子，就是大波咯，抱来邻厝的门口咯，煞托邻厝的迄个赵军公，煞将伊挡了。叫这个保家母就将这个囡仔抱去换做查某，啊！夫人，人感觉也奇怪，就问了：说怎么文厝的赵军公，那么安尼做呀？啊！一个生孝，一个先过，就是咯。说你都做着凶的亏心事啊！你有不好的行迹。这个夫人，人说不好，我哪有什么不好？我都无什么不好啊，都无啊！啊！一个先过，就是咯。哦，只谈个哦俩，你会记得袂？你咧做月来的时阵，恁外家的阿来怀什么鬼格？你通通将发鬼头鬼卡，托恁大家大官食，发鬼推咯，鬼肩关咯，鬼遐鬼白，你才该信心有无？啊，夫人能白了不服个？啊，想说啊，大家女的伫咧做月来，啊，太贵。那去吃我鬼头鬼卡，怀计嘛是做出来人吃，啊不就是我你晓得最亏心事，什么是不好啊？这个仙姑、看伊这个妇人人啊，唔承认错哦，就个说了，说昨日恁厝内伫咧讲这个囡仔做月来，你个头坑都无人夹奖的，满个个坑了该星星。无吐出来的人家，信有无？哇拜呀！这个仙猴，这个仙姑啊，你真色的哦！这个妇人人家就一惊，可严重的代志，伊也知影，是那个何亲就是伊啊，你本身去看见啦。啊，这个仙姑就说咯，说恁厝内煮啥食啥物，恁厝内像赵军公第一知影的。你满意袂？你过，即阵即个富人人哦，则完全信服，完全相信这个仙姑的话哦，是有影，就该反思咯。啊，这都因是我家己都不孝顺这家官，即托我原本要生查甫，煞变做生查某，赶紧跪落去讲这仙姑念着，保证说以后啊，一定要改过自新。求这个和尚，就保庇他下头啊，生大波。这个妇人哪会知呀？那个生大波、生查波，总是一二一万啊，伫咧博爱啊，各占50%的概率。这个仙姑惊妇人人哦，一个生查波，一定会来说伊无准，所以就利用什么呢？利用迄个咧共妇人人三共做起来，迄个老阿婆将伊厝内情况哦，甲一举一动掌握甲一清二楚了后哦，去讲这个仙姑事。所以这个仙姑唔但啊，有通掌握出情况啊，而且也阁非常重用诶，托这个妇人人更加相信伊诶法术。仙姑这个行业。有的事先收集情报，你有的掌声的揣摩人的心理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令人心理为真，受骗上当。一段佛力与音乐辉映的心灵之旅，观音法语洒尽泉州。2013年10月27日，泉州万人佛教音乐会，佛音蔓延，因缘殊胜。淡云十全酒，无论寒暑，四时咸宜。啊，各位乡亲啊，阿西的青条，这个叫温尼夏哦，下一部《奇闻录》里面啊，记录了一项关于将个仙姑的种个代志。这云南贵州啊，这个所在，别西人、雅州人哦，多给迷信将个鬼神。啊，老婆边哦，计无去到先生看，计走去找神俩，去找仙姑俩。有一个姓方的去找仙姑看病咯，
这个仙姑是姓啥？姓石。啊，伊就上仙咯，就讲这个人是哦，是伊是去拄着暗战，暗战是去翻着煞俩，就赶紧请神来驱邪解煞。这个姓石的这个仙姑啊，其实你都无什么真本事俩，伊只是想方设法咯，变把菜，用种个手段来伫咧骗人的钱财。伊既无请山民买情报，也无叫人甲伊做搭档，伊是单干和家己咧创的。这姓石的仙姑啊，共姓方的哦，请神来驱邪治病，然后叫这个姓方去准备三生隔合，甲青头鸭卵、金爪鸡泡来敬，按照惯例。烧金点香放炮，敬神了后，在三生隔合哦，就给托这个仙姑推去了。啊，今日姓石的这个仙姑啊，就来到西方的阴处，本身来阴处下面大殿的这条来作法，也手骨夹起来哟，上身了夹起来哟，两个枕头啊，啊你合出去。突然亲像像一样剑呢啦，比东比西，比天比地哦，吹得唔知伫咧念什么呢？突然间哦，就那按顶咧边头一阵生在手的，机器发一声啊，掉咧咯。然后早棍生在手啊，手骨按生在手下边边头一个洞咧哦，撑入去。按什么胃里面将腰子刚一拖出来，这整拖成哇哈！这个仙姑叫一声啊，哇呀大声哦！手骨连陈大官给揪起来，怎啊？中水刷去拖一只蛇夹了咧，也一直嗅，连嗅嗅袂得力咧。原来这个姓石的这个仙姑啊，伊是昨暗偷暗溜去皇家。将一条熊的爪壳去咬断了尾，我爪壳哦，去帮了西方的因处的生在手哦，手动的下面，也依在行动举止哦，刷土隔壁，这个西张的看见，啊，这个西张的跟西方的厝边啊，搁他们亲戚边哦，我说、哦，原来你是来做这种坑哦。等你去了，隔日透早，居然去买一只熊碎碎只的蛇，来刚一开那个树洞了，要干？要揭穿这个仙姑的骗术了，要将伊天天无干教训一下。哦，啊，这个幸好这个仙姑伊是安生哦，树骨撑落去啊，要将个蛇壳干勒起啊，要当作是用妖怪。那在刷土下去的下去抓去绕掉，因为手骨是真啊，都尖啊，都像那喇叭呢，是听不服的，赶紧走去找先生哦，去消毒去帮药哦，这代志才解决的。啊，从这样代志开始了后，大家就不相信你了，阿姨也感觉是未贪食的了，萝卜钱贵去哦，唔好过做仙姑。鬼行哦，去探别行。啊，咱这两天讲啊，这条咯，就了咯，再见。土行祖父小女瓦姐，贤念鬼念普渡离线，听的三年五伯。用的胸前，敬请关注《先贤笔记故事之十四》西文吧。乡音，乡韵，乡情。